都是恁祖家，唔知影见笑啦。你哦，都想要接叶家的班姨，才会叫少强啦。敢将我儿子送给我，不可能啊！你是小杂货，你是小杂货，你是什么？贾明月，你搞笑差不多了啊！你都是小杂货，好完了，你真的太不讲理了！反正我还给他下面护驾。贾明月这人哦，平常时三百加很灰，那无我的地带，我会当动作无快。也不过伊起码是破坏着咱双方的协议呢，我无可能去点点啦。伊私底下找记者去阮的后卡，破坏咱两家的情谊，佫无将阮所家看在眼内。你起码应该是爱让我看到你的诚意，是要安怎处理？唔是叫我先转去呢？明月，你甲钱袂失咧？阿妈。我来找记者，甲记者讲遐个代志，拢是亲母家己做得来。伊无要反省，我想哪着爱家回失礼啊？这件代志是业会咧处理，业家是我咧做主的。你有啥物不满，会用找阮参详。啊，不过阮决定的，你嘛爱尊重。你私底下去后脚已经唔对啊咧。我予你机会问你，你阁不爱承认，然后甲亲母家也证据，再来讨公道。你还阁有理哦？敢讲你唔要回失礼？做唔到代志，可敢搞我见？叶家面子让你下了了啊！你嘛点点？不管安怎，你拢袂当甲明月去甲动手。啊，搁有啦，你妈妈知影明月去找记者，你应该叫我处理这件代志。我会直接带你妈妈来找我问啊。明月是唔对，敢讲你无想要靠你妈妈的势，要让明月歹看，替家己出一口气。你若是有一点点仔这种的想法，你嘛有唔对啦。阿妹弟弟哦，高八格啊，你服装同标准这么精进熊的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你哦，出身低啦，啊，会晓看人的目色。你知影阿妈哦，即马先看到二嫂，啊，你要八格伊嘛精进熊啊。你出身好啦，就算讲是千金大小姐，会阁安怎哈？讲一下话，白领这么多哦，我看你是人品歹呀，你这无水准的，跟你这种人家讲话哦，我会破病啦。好啊，哪里你去便宜啦？以后食较济啊，以后是我替你拿啦。你直接说。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卖为着我来吃冤家啦，不要紧啦。非得哦，我就是跟伊白里白下啦。从哪来去？卖跟这种无水准的人讲话，行，紧走啦，吵死啊！你得来啊。这是我煮好的苦茶啦，我你干搬火，也若无你火气遐尼大，敢安尼甲阿妈讲话哦？你莫掠准讲你掠我出去，你就有法度乌翻后。你这个了袂哦，你要想啦！早知你会伫阮业界哩耀武扬威，当初我就应该哦，甲恁祖家的面子哦，你安那破去啦，互你带恁妈转去啦，较袂大家伫遐气死老命。啊，想讲袂要紧啦。少强早班把你离掉啦！你可别跟明月去甲动手啊！阿峰啊，你若无听我的话，干那想着家己苦处吼？你伫这个家过了真辛苦，你甲少强的婚姻会变到无滋无味，你唔通搁安尼落去啊！阿妈，我提出问题，搁爱互人破题，破出来了，阿妈你搁要纠缠我甲少强的婚姻？但是有一天我跟少强的婚姻真正有出现问题，你三个人都是凶手啦！莫阁讲啊，你等于帮伊冷静者，等无脾气再出。我有脾气，拢让你疼他个安尼。若是无脾气，我就让你糟蹋个死。有脾气哦，你也敢帮我唔再碰一条？哎，开始哦。拄则足歹势啦，无说你甲你弄着，无说你弄着啦。你拢唔管我是毋是会受伤，敢袂受过分啊？失礼啦，一个失礼就要怎多耍？我拄则让你弄一个差只爬袂起来，你扶我的时阵阁硬扭，害我身体哦更加无爽快。
我唔是调控伊的啦，我是一时伤过着急。这敢是理由啊？这是病院的，本来就袂当安尼凶凶公公啊。好人已经足艰苦啊，搁你弄这个，是愈来愈艰苦嘞。你敢唔惊我伤得真严重哈、啊？我真正足歹势啦，因为我亲人失踪啊，我廖准拄只迄个病患是我亲人，我们才会着急要去确认一下。甲你弄着是我唔对，不过看袂当请你体谅一下，我想要赶紧找着亲人的心情。体谅你，本来已经无爽快啊，互你弄这个，啊，人愈来愈无爽快，你来袂体谅我啊？是讲你那看起来足面熟，我是不是捌看过你啊？可是。你若是今仔去我弄着会有啥物问题，啊无我即马带你来做检查啦。若是真正害你去受着伤，你的医药费我会全部负责。若伤到真严重，都毋是钱的问题啊。你莫掠准讲用钱就会当解决一切，你根本毋知影代志严重性。我拄只害你弄迄个，是规个人坐伫咧涂骹咧，啊若较严重的，会去伤着骨盆，会去影响着生囡仔的。所以。你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是无？我只是比一下例的啦，有真侪状况哦，拢是拄弄着的时阵哦，袂要紧啦。啊，不过等发现的时阵已经足严重的啊啦。我只是咧提防这种代志发生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甲我讲你叫啥物名，我拢特别交代院长。若是你真正去伤着骨头有啥物问题，我拢会替你负责，甲你治好，安尼较袂用的。唔免啦，我若真正伤到遐严重吼，影响是我后半世人诶。你讲我独担，搁较侪钱哦，你嘛背袂起啦。今日拄着你，算我衰啦。以后你行路爱较细腻诶啦，莫去害着别人啦。这寡家曾经到底是安怎？我叫伊慢慢啊来，搁真正慢慢啊来咧。我讲迟到半点钟啊。喂？哎，是护理师，我知影，我约三点要去做排卵针，我会准时到。啊，拜拜。今嘛已经两点啊呢，那小轩哥唔来，我等下做排卵针的白虎。小萱啊，你到倒位？歹势歹势，我临时有代志去耽误着，你搁等我一下，我先到。嗯。喂，公平，敢毋是阮姐的消息啦？无，有人看到残球杜成的行踪，即摆我要过去找人啊。若是真正找到是杜成安哦，就当知影你大姐的消息啦。那呢，我就随过去找你。嗯。应该甲查理的地府啊讲一声。手机歹去啊！哦，这柯小萱，头一遍约见面就啊耽误人，甚至去耽误着我去病院做排卵针。